早餐不要再去外面买了，在家三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全家人的早餐，营养美味还健康。先来花半分钟煎一个荷包蛋，蒜末、鸡精、生抽酱油、毛毛醋、香油、腰麻子的藤椒油稍微多一点是灵魂，猪油，来两勺面汤。像我今天用的这个腰麻子藤椒油哈，可以说得上是厨房必备的调料。像你早上吃个小面，煮个焯水，滴上几滴的话，胃口大开，并且清香椒麻味特别的浓郁。尤其是在拌凉菜的时候哈，它更加是一个必备的，既增加麻味，增加香味。平时咱们炒热菜，起锅前来上两滴，味道会更加的香浓。喜欢我同款藤椒油的朋友啊，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购一下。因为咱们的这一款呢是一个500毫升大瓶装的家庭量版装，相比超市里面卖的250毫升的会更加的划算，并且这一款藤椒油是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的，配料表里面只有纯菜籽油和藤椒两种，所以说吃起来健康放心。水开下热两挂面，丢几片菜叶子，煮熟夹出来，甩上性感的葱花，营养又美味的荷包蛋搞定。方便又快捷的藤椒小面就做好了，分分钟就能够搞定全家人的早餐，吃起来经济实惠还非常的对。